可爱的鼠小弟。四，鼠小弟和鼠小妹。鼠小妹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织一件宝贝呢。一定是在给我织背心呢。然后他一定会说，鼠小弟送给你，试一试吧。也许他还会说，啊，真好看，鼠小弟，你穿着正合适。然后就会，接下来就会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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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鼠小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鼠小弟，送给你，试一试吧。哦，真是这样啊。那么，接下来就会。